能够真正觉悟醒过来，我们团结，带给全世界的和平，这多有意义。用宗教来团结群众，带给世界和平，那就是几个大的宗教，信徒多的，先要团结起来。所有宗教都是一家。为什么有这么多宗教？是在那个时代交通不发达，这是个主要原因。言语不相同，思想不一样，所以神在佛家讲就是佛菩萨，应机说法，你是什么样根基，我就跟你说什么法，所以才有这么多的宗教，适应各种不同的根基都能得到利益。那现在科学技术发达，交通便捷，网络信息传得很快，所以现在是所有宗教要集中宗教教育才是好的。这是世间人崇拜真善美，真善美是宗教，那个时候是要散开来装扮各种不同的脸面，现在已经障碍都没有了，要变成一家。现在的一家跟从前分那么多家是一不少，怎么知道？从这个经典里头找到了，都说了，所以宗教本来是一家，一定要知道，分子这么多是不得已，环境不一样，人与人之间学习宗教之后归来，人与人当中什么人是好人？赞叹人的人是好人，回谤别人的人是坏人，这就能翻过来。人人学道，不言人过，他有什么样的过失，不提，把他忘记，原谅他，他会改过自新。我做这个错事，人家原谅我；我做一点点好事，人家赞叹我。他就会把你感动，会改邪归正。那做坏事的人，你也批评他，到处去回报他，他会做得更坏。我这还不够坏，我再做一点坏事给你看。人心里反常，所以必须有智慧来对付。特别是选举，选举的时候都批评别人，决定不要选这个。这人绝对不是好人，这个人的选择多赞叹别人，这人是好人。你尽赞叹他的时候，劝着人投他的票，你不落选了吗？我落选了是胜利，不是败。为什么这些社会人乱七八糟的事情由他去做，不要我去做？我觉得他能做，他不错啊，我推荐他出来，下一届如果再选举，你要去就不要搞贴个广告，人家自然选你。这真的好人，你看他推荐的好人都不错，啊，都值得人尊敬，都在平常当中关系建立了，不在一时。
茅山。